你这次的战术是什么呀？这虽然不是最强的，但肯定会全力出击。 支持你，但不要让别人知道哦。我有些新的手下能让你雇佣哦。 我觉得你应该会赢哦。 战斗真的有够激烈。 我在达拉然的店被他们搞烂了，害得我只好到处兼差。 趁胜追击呀，朋友！ 表现不错呀，继续保持下去。 你的表现相当不错。你回来了，哎，最近过得还好吗？ 趁胜追击呀，朋友！
我有些新的手下能让你雇用哦。也请求援军。心如止水。你的表现相当不错。你的手下很认真干活，我认同你选择这个的用意，这是个正确的战术。是我的话，我也会选他。你的表现相当不错。继续保持下去。来雇佣一名手下吧。团结一心，携手合作，为了达拉然。我觉得你应该会赢哦。我这是个正确的战术。
回来了。哎，最近过得还好吗？我认同你选择这个的用意。继续保持下去，这虽然不是最强的，但肯定会全力出击。来看看你能不能一直保持领先。手下，我们身体好歹，拳头大棒。
不要发抖。所有人都盯上你了，小心一点。很认真干活。来雇佣一名手下吧。我能吸引这么多手下来这里的秘诀是什么？就是鸡蛋糕。继续保持下去。这正是你想要的。我个人认为，要玩就玩大的，不然干脆回家。我也不太喜欢那家伙，喏，哎，这是换来的金币。来雇佣一名手下吧，他可能会让局势整个改观哦。安全装置关闭，所有人都盯上你了，小心一点。